梦回长安，欢迎来到擂台，我是蓝虎。咱们这把的话来看一个魏红松的一个花果山对战一个神木林。怎么说呢，花果山打神木林的话应该还是比较有优势的，毕竟是物理打法系是吧，有着天生的一定的优势。咱们看一看双方的一个打法啊，魏红松的一个花果山在这个雪山的话还是比较强的，因为确实在经过这个花果山的几次削弱之后，很多这种大佬玩家是吧都转了一门派了，所以留下来的一个花果山并不是很多是吧。咱们来看一看，有直接神针撼海，伤害的话不是很高，应该是果然啊，因为这个技能确实伤害不是很高，而且没有一个旗子的一个加成。可以看到对战方的一个硬件是完全比观战方强的啊，观战方的一个硬件怎么说呢，这个有点大杂烩是吧，对战方清一色的黑色童子。一把魔镜激发，哎呦，感觉观战方起一下旗子比较好，哎，伤害还是非常够用，一把刀头直接当了5000多，把对面后排的一个宝宝直接打飞。可以看到对面的一个数据秒过来，直接爆炸呀！对面应该是起了密润是吧？观战方给自己人物加一把回眼，现在观战方局势还是非常稳，毕竟有两个法防的一个宝宝在场上啊。没有控住自己的一个子女，自己的一个子女修罗隐身进去，我的天哪！毕竟这回眼也加上了是吧？就这也是个什么技能？对面继续落叶小小秒过来，秒这个法防的一个宝宝伤害不是很痛啊？可以看到护法连也才秒1000多血是吧？完全顶得住，对面的一个硬件确实强是吧？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宝宝还是一个不带这个一致的，现在的一个虚拟宝宝都是带一致的啊，要求一个法伤的一个最大化。一把心理激发，哎呦，这把状态是满的，咱们来看一下伤害。哎呦，伤害确实很高啊，毕竟像这个花果山的话感觉平民玩的话会好一点啊，会玩得很舒服，因为花果山这个门派的话它不是很吃装备。对面一把心理激发，然后头顶密润，看一看秒过来的一个数据，哎呦，这一锤一个小朋友是吧。双方现在也是彼此拿对方都没有办法哈，暂时几回合是分不出一个胜负来的。对战方也是稳扎稳打，观战方现在也是频繁的一个卡药是吧？可以看到对战方的一个血药基本没有用，对战方现在手里还剩下19个药，观战方还剩下9个药。可以看到双方确实存在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而且观战方起了旗子之后是吧，打对战方还是不同2层的一个旗子是吧，完全拿对面没有什么办法哈，确实双方的一个硬件差距有点大，这样的话观战方有点温水煮青蛙的一个意思是吧。观战方开始神针，在一个旗子的一个加成的一个效果下伤害的话，哎呦，出了暴击还是不够看。对战方也是不急是吧，一直在消耗观战方的一个血药，哎呦，照这个消耗法的话下去4回合，现在是13回合啊，咱们看看一看观战方能不能顶到第20回合。继续看海，
管家方又飞一只宝宝，哎呦，现在管家方手里还剩下四只宝宝是吧？哎呦，又飞一只，现在场上的一个局势对管家方十分的不利，咱们来看一看能不能扛过第二十回合，现在是十五回合哈，二十回合确实是一大关，咱们来看一下，继续神阵，看一看这把运气，哎呦我的天哪！好在还是飞掉了一个宝宝啊，确实关照花的一个打法确实还是可以的，非常不错。但是关照花的一个药是比较紧张的呀，对战方再这样秒过几回合，关照花的一个血药都顶不住，关照花现在也是应该是这种大红应该是不多了是吧，毕竟还要带几个九转，一把清音三点，哎呦我的天，还在差一丝血，配合着一个宝宝直接拿下。现在是第十七回合，观察方也是比较着急哈，直接出了一个杀人 BOSS， 配合着人物的一个平 A， 这是平 A 叫啥来？这是一个单体的一个单秒技能哈，技能名字突然忘掉了。观战方还是在继续拿掉对面的一个宝宝，观战方现在换了一种打法，大家有没有发现观战方现在开始拿掉对面的一个宝宝，因为对战方的手里还剩下两只宝宝啊，这是观战方唯一占有优势的一点。观战方在血药可以看到啊，观战方手里现在还剩下魔药，在血药其实是一点也不占优势的，观战方现在就是说宝宝比较占优势，可以看好观战方的一个宝宝完全就是大杂烩，有没有发现反观对战方的一个宝宝，你看是吧，一致虚拟顺法虚拟是吧，每个童子全是这种黑色的童子，观察方又是豹子又是龙龟又是这个泪妖的，我的天是吧，确实还是硬件上确实有点差距，可以看一看如果观察方能够把对面的一个宝宝打掉的话，这把也是非常有机会的。这个说实话这个花果山的一个硬件我感觉一个价值的话一二十万是吧，对战方的肯定这个硬件应该是过百万了啊，这是双方的一个硬件差距非常大，观战方继续看看，可以看到观战方打的也非常凶，应该观战方现在是血药非常的不充足，应该是还剩下几个九转，这样的话观战方哎呦观战方没有宝宝了呀，对面也是打得很急是吧，直接把观战方放倒，照这样打下去对战方也是顶不住，看一看观战方有没有九转能和对战方玩一玩实战哈，一把刀头，哎呀我的天哪，刀头确实伤害差那么一点，对战方直接拉了地听了，嗨、哎，对战方单挑还有地听，我的天，这样的话观察方应该是放弃了啊，确实没有机会了。